看到这边放行啊，这个红马甲看着放行啊，现在叫人回家，就是说可以走啊，专门放开叫人回家啊。山顶这个丁字口啊，这边是汉庭大酒店，这边啊说好些人背着行李准备回家，直接放行啊，想我那个我那个去，想跑家跑家。对，所以说富士康对开了门都放开了，要人随便跑的，给他病情随便传染的，这富士康马上倒闭了。我看你睡啊，我走，我也不往那走了，我可能上不了山。确实，大手一上马，刚跑就跑了。这富士康跑的光那都是，这营地车辆，走边都有。兰州的这一会儿，兰州的政府都多吗？还下了雨，这看这。高速路应急车道飞的，雨呀，腰现在也多，就是京藏高速下个出口是原样，对，这都是。咱们边走边说，郑州富士康到底怎么了？在网上随手一刷，都是在郑州富士康打工的年轻人们一群一群的星夜出逃，昼夜兼程长途跋涉的场景。他们回家甚至动不动就需要连续走上两天两夜，而且不走大路，走麦子地，走羊肠小道，吃不上喝不上，沿途很多热心的老乡买来水、面包、火腿肠之类的，就像是马拉松比赛赛场上中途设置的补给站一样。一时间面对这样的场面，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说好的疫情管控、信息透明呢？就这样任由大批的人们出逃，万一疫情外泄了，这该算是谁的责任呢？
疫情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无序的管理。然后前面十几公里没有路灯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加油！都是小孩子。你把这个一会儿走路的时候贴在身上，安全，这是反光贴。都是小孩子。你们两个伙计，你们两个把这反光贴一会儿贴在车上，你们走路安全，贴在包上哪里都行。每个人都贴一个，这样安全，贴在行李上。